我们现在的位置呢，就已经在死海了。那可以看到那边有人浮在水上，没错，这里就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。然后现在的天气很热，应该有30度吧。然后旁边是一个饭店，这是第一次亲眼看到死海，历史课文上面看到的东西，真的是太美了。想要下去泡一下，飘一下。这边旁边有一些躺椅可以躺，然后那边有一个地方可以冲澡，这边是免费的死海海滩。那我刚下去还不错，蛮放松的，像在度假的感觉。不错，很自然的漂在海上，真的很推荐，很推荐，一定要来。营基地，现在在营基地，这个沙漠地方。刚刚想要爬上去那上面的峡谷，然后有一个门，然后有一个对讲机，是把那个门打开要跟他联络，结果我发现已经关了，因为可能温度太高的关系吧。他说白天的时候早上8点开，然后每一天的温度不一样，他就关的时间不一样。下面有一群人，他们可能是走比较低的一些步道吧，然后可以得到一个瀑布。